不懂可以慢慢参考。拿的是两款都是正宗玉，嗯，正宗玉，绝对不是白糖勾兑的，两款都是，嗯。两款都是真蜂蜜，那为什么一个是结晶那么厉害，一个是那种比较里面有区别，比较透明的呢？这个区别就大了，这里面有秘密，肯定有区别。这个秘密不敢说，说了以后其他的养蜂蜜的会来打你。那就那你这个视频号，我跟你说，你做不成了，这就砸的不行了。嗯，啊，都来吃这个。都是真蜂蜜。啊，能理解了吗？就像我们喝茶一样，有些茶完喝完以后。那个回味一直在，而且呢，一下午都在。是的，但是好像是能到第二。来，我也尝尝，我也尝尝。这个，你现在我先尝这个。尝，这个是。这个味道。这个蜂蜜我也尝一下啊。不一样，你随便。没尝出来，完全不一样。小伙子，我再尝一下。看这个结晶，你看这个不结晶。你再尝一下，这个比较润。这个是韵味，然后啊，这个是回味无穷。这个你比如说你尝到80%，后面还20%，甜度一般，甜度一般，你还想把那20%都对都尝？来，我再尝一个这个。比较直观的。这是那个结晶比较大的。没有。然后我现在再尝一个这个结晶比较厉害的这个。这个拿舌头这抿的时候啊，它里边有那个磨砂感，有点淡淡的那个香味，淡淡的香味，我觉得比那个香味要浓一点。也是人懂不懂啊，这东西。嗯，但是你要说它硬有什么区别，我还真是达不到那种分辨的能力，就是感觉口感上会那个什么一点。都看出来了，这个是我们那个恒发师傅啊，杨峰，不敢当，那个师傅，那个您帮我们说一说，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好的，就是刚才白老师说这个同一天产的这个结晶，这个结晶，这个不结晶，这是那什么问题？对，也肯定有问题，有问题，但是你能不能说？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可说。不可说，好。嗯，那咱们下午去你那个蜂场看看。嗯，蜂场看看就知道。啊，这能揭秘。对，采访一下去。我告诉你，要货的话，只能要北边这一个，要这个结晶的。我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和尚。能指挥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嗯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你300块钱一瓶买的，你不吃亏。这个？这个你100块钱买了，你吃亏。它的营养不一样。嗯。那是真的。小伙子，你懂吗？嗯。化验去，这俩拿着你去化验，都没有白糖。都没有白糖。嗯。东西就是不一样，嗯，它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。嗯，今天啊，就是有一众朋友啊，然后在白老师这边呢，就是南山会客厅这边吃了一顿饭，在这个席间呢，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恒发师傅嘛，他是一个养蜂人啊，他也是一个出家人，然后给我们拿来的那个蜂蜜啊，我们看了一下，就非常不错，一会儿我们要去他的这个养蜂基地啊去看一下。啊，认识一下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这个终南山的土蜂蜜啊！现在我们要爬山上去那个养蜂基地那边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，是稍微有点小风。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养蜂基地啊。啊，底下还有啊，啊，啊，狗子，三条呢，四条。拿这个地板砖压着呢。啊，树上还长一个。哇，这疯子。这儿有一个房子啊。那边一个砖房，恒发师傅，恒发师傅，您这个箱子能打开瞅瞅不？可以啊。啊。
啊。车，滚蛋！车你，还把车扔了？人嘛，肯定扔人了。哦。远点，远点。哦。哦，出来了。看我这风多多不多，好不好？嗯。啊啊。这是什么风种啊？纯天然野土风，啊，中华风。啊，中华风。嗯，你看着吗？哇，我这风多不多？我这风比一般的风好。哦。我是两箱合一箱的，两箱合一箱。哦，对，现在这蜜在里边哈，现在可能不能摇蜜了。哦，哎呀，我妈呀，点不动。啊，那这蜂蜜多了，你看了吗？嗯，看了吗？啊，全都是蜜，看了吗？嗯，成琥珀色了都。全是蜂蜜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摇，因为是。OK。啊啊，一摇就掉了。他得不，他得给蜂过冬了。一摇都没有了，得要喂了。冬天蜂没吃的了，他把它弄了。啊。就给留一些哈，肯定。贫僧养这点蜂就是为了生活。嗯，那你盖上以后，这些蜂出去的蜂怎么回来啊？嗯，它可能底下有。底下有进去的口。啊，就这个口是吗？这口。哦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的蜂都很香。嘿来，走着。没事啊。嗯。这个。来，看这东西，看双峰看不着东西。那个是单峰还是双峰啊？那个是单峰。单峰双峰怎么讲？那是双层的，不是？哦，双层的。你看我这单峰，我这你看单峰，挺好看。啊，看了吗？这叫单峰，单箱，我那单箱，啊，一箱当两箱用的，啊。这就是那个蜂蜜，来，我接一下。啊，这能吃啊？这个？哇，蜂胶，蜂胶，蜂胶，一直嚼。蜂胶，嗯。哎呦，这个才是。我看看，来，嗯，真好。中华纯天然野土蜂，别遮住啊！这个是没事。啊。这人要进医院。是吧？还有这一桶啊，这一桶170斤，还有这些，啊，这还有，还有多少？我看，啊，这小瓶的哈，大瓶就有，小瓶的，大瓶，哇，这个结晶好厉害啊，这个都是结晶的，东西不会一样的，啊，真棒，放心，这包你化验，拿外边看看，拿外边看看，咱看一下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恒发师傅的蜂蜜。钟南山的啊，他这个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的东西啊，啊，都给这个蜜蜂吃的是蜂蜜，都不加糖的。他这个，哎，现在没法打开啊，反正看着就是很棒啊，很棒。四瓶，五瓶，六瓶，六瓶，嗯，以后还会来的。七瓶，啊，八瓶，嗯，九瓶，好，谢谢师傅，好，好，走，师傅，20斤。啊，这些老师把恒发师傅的蜜都包圆了，咱都包圆了，包圆了，啊，这些东西。没有熟人，找不着好东西。对，找不着好东西。因为好东西搁家藏着卖不出去。对。就像在你不上市场找一个土鸡蛋都找不到。哎呀，我们觉得那个土鸡蛋很好。啊，这是我们拿的蜂蜜。都是问大房子。看着那个袋。这还有。我这两袋子。看你一瓶是吧？我们走了。今天来了这帮朋友，把恒发师傅的展示他存的一些蜜啊，都给包圆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